晚上好，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哦，谢谢送我想什么？谢谢。可是我不是我跟你说你我想要这个吗？我说我要火箭，不是香槟。香槟是其他人。今天怎么那么可爱？有吗？谢谢。等你生日不行，我没点生日，我没点生日。谢谢ともさん、泣きしゅうちゅう。谢谢。谢谢你。不能说耳机，我研究了一会儿发现，为什么？那我自己买。我等等给你我的信用卡，你自己刷卡好、哦。谢谢送我相关什么？嗯，晚上好，大家晚上好。こんばんは。ね、我想说我的 iPhone 坏掉，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谢谢送我苹果糖。我的 iPhone 那个不能讲电话，然后拍影片的时候不能，就是可以拍影片，但是不会录声音，对，没有声音。可是这样听力也是，听说听力也。变这样了，对，他跟我是 iPhone 7，然后听说 i7 很容易坏掉，然后我真的坏掉了，但我不知道怎么修，麦克风坏了可能，可是之前没有哦，如果在台湾修理的话，大概多少钱可以说？那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到你的声音。谢谢送我玫瑰。不知道怎么说，好难过、哦。心也会马上回。啊，やだな。但其实会用其他东西，只是不会讲电话而已。不知道怎么办，跟阿丽一起上修。你去问问看，太贵就不要修了。那如果太贵的话，要换手机这样吗？几千块，我前几天换。哇，超快！哇，今天就可以修了。是手机店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是对新的 iPhone 也很贵，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你接耳机的麦克风可以用吗？对，接耳机的话可以讲电话。对，但是这样很。不方便，而且不能录声音。我想拍影片也不会录到声音，所以很不方便。
手气垫就可以了，感觉手气垫很贵，运动的时候用从口袋啊，我听过。谢谢送我冷气卡，本当に嫌だな。有人有一样的。一样坏掉的人吗？麻烦，我现在没有钱，所以可不会去处理，好麻烦，真的很不喜欢。对 ，Android 啊，不是 iPhone 的，是很便宜，所以对，可以换新的。也太厚吗？也有可能是这样，应该不是，应该不是这样，是因为不能讲电话，也不能那个录音声音，所以不是那个的问题。对，谢谢追踪我。对，我没有。谢谢追踪我，谢谢大家。今天聊什么？聊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有啊，真的不知道要聊什么。最近啊，谢谢 QK 的香槟，香槟是吗？谢谢 QK， ありがとう，大好き。我上次去英爵的台，然后很多人送香槟，然后我在那边直接点名，要送我，耶、yeah, ！谢谢 QK， 应该其他人不会来吧？我觉得不会来，他们都对忘记，其实我也忘记。你们还厉害，你们还记得？500，哈？哎，什么？500块左右而已，真的吗？这么便宜吗？真的吗？在哪里？可以？真的吗？谢谢命送的玫瑰，真的吗？等一下去锁几点？看，那些录音应该会便宜一点。那个听说我问柏林的时候，柏林说格兰的那个，就是格兰开的手机手里店的话比较便宜，是吗？吉米さん、ハロー、ヤッホー。嗨，晚上好。应该普通手机店都是这个，真的吗？等一下问问看，对，我想，我去问问，因为我就真的最近很需要，就是用录音的，所以我要去说，有些店家是不用钱的，你就给大家再问问多少钱。有些不用剪，真的吗？就是没有那个保证吗？证明没有也可以吗？还是觉得应该要。我去上新月是因为是顺便过，也是。
好，但其实想换新的 iPhone。谢谢，这是什么？谢谢送我，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谢谢送我礼物。冯家。谢谢送我礼物。なんだっけ。你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要换新的，还你是 iPhone 机 ，iPhone 机机机是吗 ？iG， 对，听说真的 iG 很容易坏掉。但我换了 iG， 然后就变成这样，好难过。但 iPhone 比较好用，喜欢。谢谢草莓酱的告白气球，谢谢。贵点选的好像有一点新的比较便宜，但还是很贵。谢谢送我亲子罐。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のね、我在试试看、あの、中府吗？就是手机的里面要变新的那个。あの、なんだっけ？初期化？データの初期化？しようと思って。谢谢孫を理由。不是更新，是那个就里面都删掉的那个，怎样都不会比我手机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我手。对，美玲姐要来送火箭了吗？完全没有，没有。最近工作。很忙，然后，所以我今天睡半天，开心。所以你们早晚谁赢？等一下是我跟谁吵架？我跟谁吵架？我没有吵架。说到为什么会好难过，真的好想见你。这样很多人感觉不会来，很久太久了吧？最近感觉你们都好忙，假日开直播的人变少了。对，最近真的好。你跟吉尔，我跟他没有吵架过。谢谢安安我的哦。你也送我香槟，开心。你记得，嬉しい。我以为大家都忘记，没办法，现在武汉。对，真的，什么那那个台湾也越来越严重。ルカ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と玫瑰，谢谢送我玫瑰。ありがとう。我连迷你光的要跟车一票都买了，结果当天就取消。对，悲しいんだけどね。え、大家知道迷你光的那个吗？就是没有。2、1，嘿。耶、yeah, ，我赢了。美玲说的，
ありがとう、谢谢安安我大巨狼，是吗？谢谢，谢谢。原本觉得就算平日也要吃吃你的，今天没淋全妆，没有全妆，完全没有，一点点，没有一点点，还好，但也不是。叫他打举就可以。ね、あのさ、大家ミニコン中小了，所以大家要买我的顺鞋。啊，没有一双鞋。哎呦，笑笑，台中，台中。嗯？怎么我是美玲新粉丝？我觉得你不是。絶対違うでしょ。大橘。ねえ、我想睡觉。大家要买我的春鞋。很好笑。待ってね、待ってね、待って待って。待って待って。でバックアップ去睡吧，前两天那么累，可以继续睡，没有关系。为什么前两天那么累？为什么知道前两天那么累？我没有讲，我是新粉丝，来自大阪。我觉得你不是，你是，你不是。我也想睡觉，但是在上班，睡睡睡睡吧。买了，虽然没有先公开，弟弟说开始录音。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弟弟说开始录音？说到半夜，为什么不是？知らんわ。IG 有兴趣啊？有吗？有吗？真的吗？あのね、まあわかんない。我不知道。我应该不能讲很多事情，所以不讲。但是就想睡觉，真的想睡觉。那我是做粉丝，对，是。虽然我现在在开，但是我觉得美玲不用。什么意思？本来就很辛苦。やめて。吓到。对，本来就很辛苦。我去白骨 MV 也是大半夜。对，真的很辛苦。なんだっけ TTP Festival 那个。也是排到早上集合，然后排到12点多，对，然后研究生是12点就回家了，然后陈时谦也是，不是12点，应该是1点，我忘记了，就是半夜，然后他们是隔一天也要拍照，要拍 MV， 所以他们睡只有2小时，好可怜。昨天晚上10点集合，到早上6点，差点。哎，等一下，你知道吗 ？TDB 为什么早上集合7点，然后半夜结束？很累。晚上10点的话还好吧？去看香港迪士尼谈天影的李世言也是从半夜到早上。对，我觉得一人很辛苦。
我来自福冈新番新东京，你是那个 Blackpink 不是吗？第一次觉得好像逃离迪士尼，我想去。なんかもうね、最近真的很累，我睡。睡2小时，对，所以今天，但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有工作，所以回家后大概2点多回家了，我2点到6点，真的睡着。我睡觉的时候外面很什么很。明るい，就是有太阳，但是我起床的时候完全没有，完全，就全部都暗黑，变暗了，很亮很亮，就是对对很亮，对对很亮，然后我起床的时候变成是 晚上，很可怕。但我还想睡觉，我直播结束后睡。今天1.2小时吗？对。我想放音乐，但是现在用那个 iPhone，所以不能放音乐，好难过。等我一下。连声音都没有。不是不是不是，现在 iPhone 就用其他东西，所以不能换音乐。不知道我还要分享什么事情，我不知道。なんだろうな。なんだろう。有什么有什么？那他加油，跟我想。跟我有没有分享的事情？对，我昨天去公司，然后，对，我昨天也是一整天工作，然后我在公司，然后那时候因为前一天很晚到回家，然后只有睡3小时。我完全没有睡觉的时候，我的个性变成很奇怪的那种。昨天很嗨，然后我不知道，工作人员跟我说我喝醉。分享你都跟基亚怎么想着？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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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想？什么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最近都是忙不能说的事情，看来之后应该会有很多好说的，我很期待。之前直播的时候也是，谢谢送我的，没睡觉变很嗨，对，这样看起来对你超凶的，还好，他是有时候很凶，有时候，但其实蛮好，我知道，就是有学校的活动的时候，他是，像是那个什么，像推长的感觉，就那个仕切りたがり屋ってわかる？仕切りたがり屋？なんかみんなを、なんか一番上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るから仕切りたがり屋だから、で、
仕切りたがり屋って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ティンダトンは、ヨレンティンダトン通じる方は。つぐるわ。ヨレンティンダトンは。原来是 leader 的角色，就是想，就是他想当 leader 的感觉，对，他自己想当 leader， 对，对，那个ちょっと，就有时候变成很认真，但是我是永远不认真的个性，所以有时候他会对我很凶，就很生气，对。但是其实还好他，我觉得那种啊，上学姐的时候有一点就不好，跟他有点不太好，但这学姐变蛮好，あの元に戻ったんだけど，就还会起来，对，这样会被欺压吗？没关系，来说秘密，没关系，对。まあ最近还好，他是我的中文的发音不太好，不好的时候他会教我，对，我之前那个讲厕所嘛，トイレ，我不会啊，我讲的我的发音不好，所以他一直教我厕所，对，他对。我出去就没有秘密了，没关系，他不会来看我的直播，所以你们不要讲，就他不知道。しかもね、しかもその你们知道吗？就是季亚很爱很爱音爵，他雨赛也是，所以他们都很爱音爵，所以他特别特别对音爵很好。就我觉得很傻眼，对，所以就对我很随便。あのね、たまにムカつくわ。あ、チアス还可以。チア跟银爵什么时候要结婚？应该银爵不想结婚吧？我不知道。大家报名就好，幸好我低了很久，还是不知道其他是谁。其他是我同学，对。他不会来送佛像，当然不会。本当ね、あの、他们都很爱音爵，好好哦。就什么？我还以为是前缘，不是，是我的同学，我同伴的人。你也可以主动过来接，嗯，不用，我觉得哦，没关系，我不想要。你很羡慕吗？没有羡慕，我觉得嗯，我没有，我没有，但是。对，我在说什么？对，啊呢，我没有，但是有时候很难过，知道吗？有一个事情很难过的是，外面下雨，然后我没有带雨伞，然后就音爵跟，哎，然后我要出去，然后我想要很想要雨伞，所以我跟雨在说，可以借我雨伞吗？然后不要，他说不要。但是音爵问到的时候，他说：“他可以。”生气，我又很生气。嗯，ちょっと差別，不是气啊，是这是雨在，对，这是雨在，不是气啊，气啊是还好，对，真的很坏，真的很坏。对，有时候很傻眼，但是有时候很好，所以不能说什么。对，有时候很好，但有隐觉的时候，有隐觉的时候，他们都是多虑，多去隐觉，所以我难过。
宇宙也是同学，对，就是他们都很喜欢音乐，对，所以音，这时候我有一点难过，原来原因都是音乐，对，都是他们都爱音乐的 Wendy。那音爵对你好吗？他对我很好，对，他对我很好。就之前，哎，不行不行，那个去日本的事情不行，那个不行。他要跟他们去日本，然后我跟他说我想去，然后他就说不要。ひどい。没关系了，但是音爵是最近很好。就他是那个在学校，他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遇到不太好不好的问题，就然后我那有一段时间很不想去学校，也就很难过，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只有银爵陪我，对。没有只有音爵，但是他一直陪我，然后我难过的时候也他会来我家一起睡觉，他会陪我，所以他真的很好。对，我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对，有时候我真的心情不好，然后不想我。有时候我阿妈不在，所以就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一个人睡觉，所以他会陪我睡觉。对，我以为是他不想，他说不要，但是他就说可以。对，人很好，你可以就说他是结婚。对，他的人很好。去日本那个之外，他真的很好哦。对，谢谢东木さん的 love， 我有一辈子因为分手很难过，偷偷换名字去看银爵，他也是忍直来，很厉害。再忍直来我啊？真的吗？真的吗？我没有吗？还是你没有来？什么银爵陪你睡觉，我要吃银爵。对，他真的对陪我睡觉，朋友这样真的会感动，真的很感动。いい時、そうだよ。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本当ね、いい人なの。まあ、虽然一年级的时候不太好，我跟他不太好，但二年级变这样。很开心。爪切り。我那时候问时间。好啊、哦，原来音乐教是陪你。对。優しいからね。いい人だよ。まあ、但是他们很爱，就没关系。对，はい。まあ、宇宙也是，其实宇宙也是很好。他也是有，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陪我吃饭，然后他会听我讲话，然后陪我回家。我觉得很好。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して。你们都有遇到很好的同学，真棒！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ね、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很厉害，很感动，很感动。然后我完全不记得。
ける。はいはいはい、 OK。 シェイシェイソンウォーリーを、まあ良かったと思うわ本当に。真的同学很好，很多同学很好。我要都我要去都没有遇到怎么办的同学？なんで没有吗？可是我在我的日本的同学也真的很好，他们也是很好，现在也很好，对对我很好。对，他们也是国中的时候，就我就我自我不是有讲过吗？我之前很容易心情不好，对，所以国中开始，然后国中的同学们都是有一个比我小两个，比我小两岁嘛。他是现在国三毕业了，然后このような友達持ってよかった、本当によかった。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我以前都是被同学欺负的，在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也有一次被欺负过，就是很就是有我的同学们大家都不理我，对，有一段时间真的我遇到那个霸凌，国小六年级，然后有一个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我跟有一个很好的人吵架，然后吵架后开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大家都不理我，对，很痛苦，然后那时候真的没有人不会跟我讲话，所以但是那时候我的现在的好有一个好朋友是几岁啊，他是国小四年级那时候，然后他就说每次都那个休息时间每天会来找我，然后就陪我聊天，对，因为我没有人可以聊天，所以他每次都就不一样的教室，但是他每次都来找我，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的朋友，很多有很好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很好的人，不能啊要好好保重嘛，什么太小子你啊好好珍惜嘛，珍不知道珍什么，对。什么羡慕，但是还是我，珍惜啊，对，好好珍惜自己附近的人，对，我跟他现在也很好，对。嬉しいですね。友達って大事、本当に大事。真的朋友是本当に大事。我被欺负到后来在学校都不说话了。啊，わかる。我也是被欺负的时候不想讲话，我知道。我也会，但我比较不知道，我很会讲话了。被欺负的时候真的不想讲话，我知道。嗯，わかる。それは本当に幸せですね。这种朋友真的一个朋友伴在我超难过，所以那时候没看一段时间。やだよね、パンちゃん。但现在有
就是手机，所以我是台湾，但是还是会聊天，可以聊天。好想睡觉，哇，还要一个小时。我难得遇到对我很好的人，但没有好好珍惜。なんで？为什么？香槟来了吗？要要，没写信，只是没来看梅林的直播。啊呢，梅林妹妹，晚上好。あのね。なんだっけ。这是什么事都不想做，完全不想折磨。我也有这段时间，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真的不想去，什么都不想做。去年我也跟你一样，心情一直都比较不好，就没有成千片的人。でも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也是对爸爸妈妈真的不好，对，他们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对他们就一直叛逆嘛，就是很，对，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好，但就因为那时候我国中还小孩就对。电海剧宝贝，因为这样，你在洗澡的时候哭了，哭比较好，一段时间会这样，我也有。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面包，面包，面包，面，面包，是吗？真的好久不见，我知道，好久不见。すごい私覚えてるわ。時間不一样而已。谢谢送我香槟。ねえ待って、你的那个打赌碟好可怕，真的好可怕。你好吗？最近还好。ミレイ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ヤッホーこんばんは。我有一点的うつ病。あ、わかる。プチうつ病。うつ病はでもなんかみんな悪くない。是谁知道吗？我不知道。多爹可怕，笑死！可怕，我不知道你是谁。西西也在这，哎，是不是你是西西吗？谢谢。香槟，为什么大家都真的来？我以为真的没有人会来。ありがとう，谢谢チア的男朋友。还是你是女生吗？还是女朋友？在那个时候小啊，没办法控制自己，要好好对待大家。我知道那时候真的会这样，音乐带的大家来一半了，耶，开心，谢谢你们。那聊天聊天，去了男朋友，去了男朋友，对，去了男朋友，谢谢。等一下，我跟齐亚没关系，好吗？我知道。なんで？不是那个傲娇 couple 吗？傲娇情侣，傲娇的情侣，情侣，情侣。英姐是齐亚的女朋友吗？对，是，就是齐亚有三个，齐亚是三角形的三角关系吗？就他劈腿，
啊，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是就那里本名吗？本名本名，我刚那个了，就七啊有女朋友，然后男朋友才关机，一堆的问号，很好笑，傲娇的情侣，对，傲娇情侣。我是真的嘻嘻过去啊，男朋友，对对，本命当然是男朋友嘻嘻，嘻嘻。那我问你，就是你的女朋友是怎么样？我问你你的女朋友，我想知道你们的故事故事。很好笑，可爱吗？纪雅很可爱吗？谢谢他们的故事很暖，네웃기루你不能输给银爵哦，不能输给银爵，在一个待遇的夜望强雨。真的吗？这么那个什么像很像恋爱的漫画，恋爱漫画的故事里面的。其实我忘记七雅讲什么样子，啊，是不是你们是玩乐的关系吗？玩乐 cup， 玩乐情侣吗？玩乐，玩乐上的剧，这里有三个真人，还不是是。七雅在西西的眼中应该是很可爱的，小女漫画风，对，小女漫画，对。等一下，美丽，你不要跟达美龙，很好笑。西西跟七雅远距离啊，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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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距离海报啊，所以你家有海报吗？七雅的海报，七雅的 poster。谁跟他聊天？我根本没跟他聊天过。哎，你骗子！明明就银爵的银爵他有聊天过。你们的就是遇到的故事，就是银爵的，然后只聊天，然后在一起。美玲会看少女漫画的，我超喜欢看，我家很多。对啊，在这里。没有，只有一个，但是我日本的家很多，我很爱看，很爱看，对。远距离海报的你，这时候西西慢慢接近了七雅的脸色。我有七雅的海报，应该叠芒果吧？哈哈。笑る、面白いじゃん。メリカンショーの留言はあの。那两个什么什么不会念潮女漫画的男生都好帅，对，潮女漫画的，然后美女啊，没有潮，有一个漫画，没有没有，就是还好，所以西西一定很帅，是吗？就很可爱。真的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我想说，你们有看过七雅跟雨在的本人吗？有吗？他们是很容易出现银爵在银爵的迷宫，银爵在的迷宫。他不会来我的迷宫。美玲有看其他亚夫，哎，没有看，对不起，其他亚夫的我没有看，見てないな，没有喜欢其他，还是很爱其他是吗？美玲没有要看，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有一次美玲是不是看到我跟其他在旁边？哎，有，哎，对对对，啊，对，所以你们那时候。有认识吗？最后那个我觉得很好笑，
七夕跟七夕的恋爱故事。七夕福禄，我国中时都有看。あのね、七夕福禄面白いの。会有记得雨赛，但是忘记七夕的脸，所以我都是连雨赛菜吃淘气。ね、かわいそうに、不行、不能这样。チアは難過。彼氏彼女の事情見たことあるの？ない。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チア，后来英杰知道我手机。手部我都吓死。なるほどね。那时候你不知道，原来。谁跟他恋爱了？那你有男女朋友还是女朋友？嗯，男朋友吗？妈妈妈妈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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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恋爱，只是答应要说和对方一辈子。其实女朋友就是奇雅，自己没有恋爱感。なるほど，好好哦，好羡慕你们，好羡慕，いいな、いいな。那加油，你们加油，我们会促进你们的恋爱。加油！这一段完全跟不上，不过只想要梅林的海报。哎，他再有拿到，他再有买那个 unit 的扇子吗？这里有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 unicycle 的内輪。他再有买，有没有买？很可爱，真的很可爱。見て見て見て。期待了所以期待了所以没买。なんで？可是这里明明就有很可爱的我。我觉得很好看。Unisaka。也知道不就是因为不在才会只要一直吵架。なるほどね。完全跟不上。啪啪啪啪！我是有买夏日的美丽的扇子，但是给前女友了。なるほど，那以后你要买自己的好吗？你要买自己的，我的东西可以吗？一定要买，不能给。对，就是可以给，但是你也要买，你也要买自己的。个人的有买，过人家美丽都说了，下次活动就买卖。哎，等等等等，等一下，我想问说，现在有个人的吗？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跟小千一间喝一杯。啊！谢谢送我香槟耶！谢谢五。小坚不要难过，因为他很喜欢你，所以送他了。我知道，你不要难过。哎，你还是会难过吗？还笑，还不笑，还不笑，还不笑。かわいそうです。夏日的那个，なるほどね。夏のうちはか。喝吧，要等梅林成年。我快了，快快快了，快快快快快！哎，三个月后就我可以喝，哎，刚好三个月，今天28号，刚好三个月，还是会比高中到大三年级，哎，很久，你们在一起很久，我觉得，哎，どうしよう，你要。你要和好，你要和好，加油！我会促使你，你要和好好吗？
長すぎ。上日三字梅林前敏的三字还在我的筷子里。要和好也要他跟不愿意。他愿不愿意。ね。你要给他看，你要让他知道你不是跟以前的你。看他，对，看他愿不愿意。我觉得也难过是常常的，最近被一个很久的女朋友背叛就很难过。你有很女朋友，然后你怎么背叛是什么？哎，我想。那现在开始恋爱受的啊，不想讲没关系，但如果会讲的话，我会听你的恋爱的故事。怎么了吗？梅林对小贱前女友说一句话，把小贱把他录下来。不行，这样不行，不行，不能用其他的，因为那是他们的。他会觉得很烦。前辈子有我有在努力，但最近都在打 PS4。 你努力什么？努力什么？美玲观念症。得修得修得修。就是他突然说他觉得我跟我在一起其实很勉强。なんで？为什么？为什么？だってさ、恋爱是恋爱，失恋吗？失恋很难过，知道吗？失恋，哒哒哒，啊你，那首歌也有写，就是很难过。努力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后来有点累，就跑去买 PS4 了。でも。是观点吗？是怎么啊？缺点，不会念，我忘记了。でも我觉得不用急，慢慢改，慢慢改，慢慢改。突然这样说，然后就是，还有他说我太矮，你好个点不行，只要女朋友太。你那我想说，那为什么你一开，那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一开始就不要在一起好，ダメだよね。你他喜欢很高的人，那不能不小心说出去，所以你还放不下他吗？一起看向都一股方向。到底什么时候要给契亚说？不小心说出去，现在讨论到哪？现在讨论到。很好笑，哎，所以我可以听那个嘻嘻的，嘻嘻的，嘻嘻的，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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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的，跟奇亚的恋爱故事也可以讲哦。原本只是朋友，然后他突然告白了，奇怪，奇怪，你怎么念？逼近吗？怎么念？逼什么有五十秒？不然一直在很高压力的状态，不然会不？啊，わかる。なんで今天嘛？因为我不知道。我跟家真的没关系，讲什么？毕竟。所以你的五十秒是因为前女友、女朋友吗？七七跟七雅恋爱故事。就是在一个大雨的夜晚相遇，啊，これ映画ですね。电影，爆炸，谢谢。真的很奇怪，所以我难过两个礼拜就好了呢，很好笑，那就好，两个礼拜，这么，但那两个礼拜都很痛苦，いや絶対很痛苦だよね。你们在一起很久吗？就是很久的人是
很痛苦，对，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嘞是还好，就难过一天就醒了。没有过说过就是不后来过就是啊，なるほど，原来如此，我很害怕学校。没关系，我也不喜欢，我也有一点怕。没有，其实。なんか我之前也是很可怕，也不想去学校。但我遇到一个老师，就是，なんだろうな。我现在的生活就是都是让他们后悔，就是配帮我的，就配帮我的人，我要让配帮我的人后悔。这样。生活就不会难过，听得懂吗？这样想法的话不会难过。如果我变有名的话，他们会很羡慕，然后他们会说，他们会觉得很后悔我陪伴，就对，所以我要变有名。对，所以那小健也是，你要加油那个自己的バンド的给自己的乐团吗？我玩バンド也是这样，也是为了让他们对，所以你要好好努力，好好努力，然后嘛呢，有朋友就好，真的有朋友，然后难过的时候朋友会陪你，啊，没有朋友的话就是游戏会陪你。我对学校的感觉就是觉得老师同学都会欺负我，还有考试的压力啊，考试也是我不知道，啊，就是等一下，我到时候就。教中的时候被你同学英爵松分手快乐又甜蜜，哪有甜蜜，很好笑。从一年级到大学，现在三年级，诶，两年吗？那你两个礼拜就好，是太快了吧。虽然不想去管那些人的想法，要为自己而活。突然难谈时间，明天班的要提起的练短了，加油！你加油！对，你要让女朋友后悔。为什么？啊？为什么跟我分手？然后，好好后悔。可能如果你变有名的时候，你忘记女朋友的啊前女友的时候，可能会女朋友回来，有可能会。啊，鸡蛋，然后那时候分手快乐送给我之后，就真的分手了。ねえ、やばくない？それはやだ、最悪。やだやだ。不行。为什么？え、本当に分手ないよ、快乐。枫叶一直哭，然后觉得我也不一样了，所以要坚强。まあそうね、两个礼拜每天哭就应该很。え、かわいそうね、痛い、心が痛いわ。很心痛。ね、为什么就在这里的人大家都分手？大家都分手。现在了也不是完全好，但是已经没有一开始难过了。なるほどね。まあ还是会想他吧，因为两年多。好像我没有恋爱，好可怜。你没有女朋友，你没有交过女朋友是吧？
そうだな、かわいそうだな、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だろうな。失恋だだだ、あ、我可以播音乐。Hello， 哪有可怜了？很可怜。谢谢送我玫瑰，就也会想，所以这楼有活动，应该不会再跑去台北了。然后的他是台北吗？没关系，好不好？现在又没零今天好快的感觉。都只有在那个恋谈过恋爱。那个恋呢？那个恋じゃない？那个恋。谢谢送我鬼子玫瑰，他在台北的大学。哎，你们不一样，なるほど。びっくりした、びっくり。違う違う、こんな音じ是真的叫女朋友的话也很难追 TP 了啊，对，有些女生会不喜欢自己男朋友追偶像，对吧？对。我前女朋友的音乐比我厉害，我万般都吃不下，让大家知道东西几乎，你加油，你加油，比他厉害，更厉害，变厉害。结婚也是吧，结婚也，最偶像是没差，但追思思他是有差，为什么？为什么？啊，まあわかる。確かに就是很像恋爱的感觉。是应该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他没有讲，可能你追我，所以他不喜欢你了。上次一起炒鸡蛋的时候就吵架过一次。我们的格子都很黑暗的风格。你谁写的？十八十六岁可以见面的偶像，なるほどね。原来的女生喜欢男朋友可以，没事握手，そっか，そっか。ガチ恋可以吗？ガチ恋？ガチ恋？ガチ恋？也ガチ恋しとったら、如果你ガチ恋的话，不能交男朋友，也不能交女朋友，不行不行，闭嘴闭嘴。我太大一起去，我和美玲跟马友他说我都没怎样教他过，那很好笑，他输去了。妈呢，应该被提分，配分。提分手嘛的人也是有问题吧，就不行，对，不行，这样不行。だって如果我，那如果我自己有男朋友，然后男朋友跟其他偶像，不管是偶像就是其他女生说谁谁，我会生气。
应该女生会生气吧。我那我都会笑笑的，但内心的很难笑出来，很矛盾啊。你知道我不会念，好厉害。矛盾盾，你不要不用勉强笑，你不想笑的时候不用笑，真的很累，我知道这个感受。像那个琪琪有一个粉丝还带女儿找琪琪，我猜这个字比较少人用。我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因为日本也是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念。对，早知道不要带他去，让我不能专心。没有了，你要跟他说，你要就逼我们，要就是要分明爱他的。不知道怎么说，もっと毎日大好きって言ってあげればよかったのにな。ルーエンド、マウトンドともに、矛盾、矛盾、矛盾です、矛盾、完全不一样。マウトン、矛盾、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很会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样。谢谢咪咪桑的荧光棒，所以分手是好事，我可以装好看你。谢谢你，对我来说很好的，谢谢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妈，你怎样？你会说好事的话，那可以了。我的信的是两边拼，什么要？什么歌好？我也新的，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如果是对方提炭后来用快，我不理他，多看 TDD。等一下，不过我就奇怪，如果是对方提对方提，但是后来用快，我。不理他多看 TDD， 那对他，应该就是你有问题吧？可能你们知道吗？女生是很想带多的生日，对，可能你也有问题，但是男生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女生也是太想太多，但是，很多人呢叫女方就比较，为什么重点是对方也是 TDP 粉？真的吗？そう、ちょっとこれ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应该他想要你要好坏，他想被爱，被你爱。他说的人很不容易，像我就没办法。女朋友跟追偶像都要好好经营，不要让女朋友寂寞。なるほど。可能是顾心不合吧。没那么简单，確かに。不合的人就很快就拜拜拜拜，不然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行，不能浪费时间。因为之后一定要结婚，没有一定要，但是可能会结婚吧。然后如果真的遇到自己的没结婚的人的话，就。不舍合的人，赶快就拜拜。就是你多看林姐，多看什么时候不看她，
どうか。那就不要交女朋友了。確かに。確かにね。不要交。那你们追我们的话，不要交女朋友吧。没有。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しょうね。難しいよね。我向男朋友追我一下。也太多了。没有。后来受不了自己，跟提分手了。后来黄东山遇到比较尴尬就是，应该说女朋友很难过吧，真的难过。やだ。恋爱しない方がいいよ本当に。うん、你们不要谈恋爱、恋爱很难过、会难过。なんかさ、なんだろう、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有很快乐，但是也会很难过，也会很生气，不是吗？很多很多，有很多感情，但没有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这段时间。自己的心情很就是没有什么难过也没有，快乐也没有，也没有神奇的，就是很平均的な気持ちだよじゃない。西西跟他刚好做好做对话，真的吗？好可怜ね、かわいそう。それは超级尴尬。你们有讲话吗？虽然我是男生，还是投看少女漫画就好了。ね、ちょっと有一点变态。あ、万が一ね、没有吗？所以你们没有。他现在还蛮开心的。这是你们的误会吧？有可能是，我不知道你的前女友是怎么样，但是很多女生听啊，就分手后。其实不快乐，但是让男生看到自己，让男生觉得后悔，就是假装自己很快乐，应该没有这么快乐吧？我不知道。之前活动上遇到蛮多的下人的时候，你们分手很久吗？意思是没有什么心情，对，就是没有交女朋友男朋友的话就不会难过，不会这么难过，也不会这么生气，也不会这么快乐，就平常就很那么的平常心，平常心嘛，是吗？中文也有吗？我也觉得前女友也是勉强自己很快乐，是不是？但我也不能做什么。可是你觉得那个女朋友，你的女朋友也是感觉想跟你和好的话，你主动去找她。她的和好，他第一不合是因为看我跟其他 TV 的粉丝很要好在此，那搞了根本很喜欢你对吧？对，不想给其他人，没错。だから他应该没有很难过啊，没有很不是没有很快乐。他会害怕有遇到一样的问题，所以就他无法跨去。まあそれはある、確かに。那这样的话我觉得，でも悲しくない？だって两个都喜欢对方，但是就个性不太好，就没办法在一起。悲しいね。
人生の嘘。な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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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奇亚了，真的吗？真的吗？很好笑。等一下，很好笑。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怕那个你的前女友被前女友讨厌我。我们超麻烦的，对彼此都会很爱对方，但是偏成这样。我告诉你，我知道，就是太爱上对方，然后就偏成很麻烦的关系。これは，还是觉得你们一段时间不要和好好，对，你们一段时间要忘记对方，就是不要看他的。不要看他的 IG 好吗？我不能聊天，半夜啊，不是半夜，是半个月。这才16岁，对，但很好好笑。这里是母弟女，没关系，这样年轻吗？我老了吗？你喜欢年轻的吗？去找他。等一下。对，就是16岁。まあね。でも，就是他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讲的吗？那这样的话，可能女朋友会这样吧？嗯，一定会。我女生会，对，我知道，我知道，就女生会想带走，因为没有，因为不能说大人喜欢上。不会喜欢上16岁吧？一定有可能会，有可能会。这是应该我们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西西的问题，是应该开始讲这句话这个事情的人的问题。我们上个月快4个月了。大多开分现在好多都看我在做什么，我感觉会想多多干哪个东西。给的，所以他也会吗？他也会多多看你是吗？没有谁对谁做了吧？有吧，有，就有吧。话题跟不上了，话题呀，一定有做，都有做，可哀受的啦。他原本想跟我继续谈朋友，只是我做不到，很尴尬。なんで？でもどうしたらいいの？我觉得不用谈朋友。前女友会偷看现实动态，不知道是用什么心情。我觉得这样有，わかる。应该他还是会想你吧？我觉得会，不然为什么会看？没有。对你没有什么心情的话，就不会看。对，我SNS都公开了，所以他很好找。他真的SNS会封起来，我看不到。マジで？真的吗？这样很可怜。因为日系片不看什么都会这样子。因为日系带什么意思？晚安，晚上好。原来是这样，我想了很多天。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对，我觉得，对，不能说绝对。可是，那你自己想，如果你那想一下，之前的喜欢的嘞，
就已经换校了，喜欢的人，你会去看他的现实吗？现实动态吗？就是如果你没有追，应该不会吧？就没招。但是如果还会在意的话，还一定会去看吧。还是偷偷看的话会这样，但还是我只能看到他的音乐SNS 呢，可哀そう。所以LINE 也没有了吗？美丽晚上好，人编剧晚安。现在在聊什么？现在聊就是恋爱的，对，恋爱的。我只能看啊，有我讲了，对，恋爱。怪我一进来就看到你的那句话，美玲恋爱相談 yes 誰？そもそも就不讲话了，不会念。でも还有三分钟，欸没有，等一下，今天不是一个半小时，我想起来，两小时，好难过，还有三四分钟。谢谢 Dead さん的之王 Loser 的意思啊、oh. I'm a loser どうせなら嘟嘟嘟嘟嘟嘟嘟悲しいねみんな悲しいみんな悲しいわ没关系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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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听看见夕阳了吗好吗我现在看见夕阳了吗那个格子很好，对，那个格子真的很好哦，大家赶快去听。ヤッホーマユコさん、ヤッホーマユコさん、ヤッホーマユコさん。我太棒了，梅林可以陪我到下班了，耶！呀吼，马尤哥桑，我比较喜欢你们会选播的那首歌《Only Today》吗？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啊，那首歌也很好听，对。但是那首歌有点胡扯的，就是小三的歌。小三，ありがとう马尤金的刚好你哟，刚好你哟，谢谢。耳朵好可爱，ありがとう。只有耳朵吗？好、哦。小万才对，小万。みんなは悲しいわ。这句可以换，可怜呢。みんなは悲しいわ。对，真的。可怜呢、啊，大家很可怜呢、啊。ミレイこんばん。河内さん、为什么今天这么晚？只有我都没做呢，起来。大嫌い。这样你怎样都可以。这段我很喜欢呢。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会哭是吗？这我要换歌。Only today。真的是嘻嘻妹讲。刚刚在买有带，哎，卡哇伊さん嫌い，嘘嘘，没有了，没有。
谢谢，我也最爱你，不是你，我不是说你。鸽子很感动，还没动奖都奖状，因为有鼻子的肩膀自己接。啊，我看了，我知道，看见夕阳了吗？是吗？可是那边很难唱歌，我讲出因为有鼻子的肩膀。请原谅我的不成熟。这首歌真有趣，有欢乐的音乐，悲欢会响的歌词，真的。AKB 是很多这样，就是失恋ありがとう那个感谢失恋嘛。那首歌也很快乐的歌，但是歌词也有一点难过。可愛いね。让我想到心情不好都在的朋友。確かに。ただいま、おかえり。跳一下吗？不要。爱的你，仿佛过去没有记忆的关系。不好听，我唱歌。在风筝入海底，都可以。いつだに場も立ち彼の中を振り違いに空を立ち上すたちに。等一下，我的声音不行，今天没有声音。ありがとう、まゆちゃんのプレゼント。テ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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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じゃあ、看见夕阳の真ん中そう。看见。这首歌，大家可以听，心情不好的时候听，赶快去听。然后想一下歌词的意思，会哭。超絶可愛い。解释了，メリンカミニコーン就掉就是了。我想听啾啾啾，可是听啾啾啾没有中文版。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事特别难忘？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讲话。谁都会失望，从怕痛也不慌。很难，不会唱歌，我忘记了。强哥，麦叶酱没练跳啾啾啾，麦叶酱还没跳过啾啾啾。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在床前唱，怎么会听大消息交给全静静，我们发现的顺利，一点一滴小小相遇，如果能交给真心一定可以感受幸福的美丽。
看夕阳，在这里走完下一片希望。妹妹妈妈的成绩素未美到不像话耶，很高。业绩奖，交易结束，黄虫戏开始闪亮，告诉妈，地球都干脆变成绿洲，你不妨给几次你的大大大家热大大鼓掌，嘿，几次细细的那张脸庞，从不把努力打开掉属于你的书房。ゆずあかりめちゃん、ずっとずっと知らない。ありがとう、めいちんのラブ。还是想看姐姐，啾啾啾，啾啾啾。谢谢豆瓣，其实入门版的故事是什么？中文版太好。啾啾啾，歌って。なんだっけ？我忘记了。中文版吗？啊，ここにある我有写。为什么蚂蚁有强烈的巧言啾啾啾？我也是，我之前也是，但是工作人员帮我，让我，对。あ、待って、ごめんなさい、頭ばっかりでごめんなさい。すいません、对不起。日本风格太可爱了。对。大大只呀，大大鼓掌嘿，青春是心上的奖励卡，从不把努力打败掉属于你的翅膀。君だけに、チュチュチュ、トゥトゥルト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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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かんないんだけど、つから降りてくる君はいつも笑ってるよね、カートで。通り過ぎたなら僕は毎日見てるよ、名前さえ、ああ違う、知らないのに恋に落ちてしまった、飛んで行け僕の後から、投げるようにキスよ、飛んで行け、ハートまで声には出さずにこっそり君だけに、チュチュチュ、テテテレテ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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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狙って帰ろう。谢谢大家的理由。待って、足つった、痛い。
足つった。痛い。痛い。ねえ、足つった。ねえ、足つった。痛い。待っ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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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つった。あ、治った治った。続く期待値。はい、すいません。届くかな、命中するのかな。直接言葉にできないけど、愛よ届くかな。途中で引きおどけた仕草、顔待ちな、無視な、チュチュチュ。かわいい、小島子さん、かわいい。チ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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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投げるようにキスよ飛んで行け君のハートまで声には出さずにこっそり君だけにせーのチュチュチュト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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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かわいい。イエーイ、シェイシェイ、カチャダリ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知道日文的歌詞。那个学猫叫聞きたい。歌えないんですけど、我不会唱歌。知らないんだけど。じゃあかった、我看歌詞。啊，我不知道，我不会唱歌，怎么办？不会唱没关系的，对，只是想跟你忙忙。なんやそれ。哒哒哒哒哒。眠たい、好想睡觉。星星病毒。干奶。ニャンニャンパンチだって。ビーボくんち。あ、消えちゃった。無関心。不会唱歌。ね、消しちゃった。間違った。谢谢小小三麻友，今天刚好有妈咪。我们一起学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把猫猫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可是我也看过那部，谢谢送我苹果吧。猫咪说要把我妈卖掉，不知道，我不知道。哎，闪呀，小熊猫猫。こんばんは。如果没礼貌的一定会喊动。なんで？为什么？不会咬，一直咬咬咬咬咬，我要咬你。太恐怖了吗？一直摇摇摇摇摇 ，YouTube 超麻烦阿妈麻烦魔化阿妈，就可以看到我要把你毁掉。好，就一起摸，一起摸摸摸摸摸。魔法。我只能用它这样形容，经常看到你就吃饱了。好きかな来て、私も来。聆听着我们说话，用来一次不死吗？美丽要来星星冰乳吗？你想要星星冰乳吗？用是日文吧，星星冰乳。那你花莲好久没来了，什么花莲好久没来了？什么意思？这个早上各一点是闪电叮到。花莲妹妹好久没来直播，因为我跟大吵架。啊，都跟我这首歌很。啊，对，有中文，可是我不会唱全部。嘎达冰的。对抗口白了，还没和好。对。嘟嘟嘟嘟嘟嘟，你开始讲。
わかんない。像只有先生那几代感觉，即使尴尬点点都随便。虽然看到你的善良体贴。那时候哪里突然叫做怎么我不知不觉就一脚点击爱的漩涡好荒谬关于故事的开头找不到线索什么理由但愿新型病毒的你把我的感到受伤不起越治疗越无药可证真要命所有的思绪陪你占据每分每秒还不受伤万分万喜都怪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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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烂我的耳边又纷纷呀勾远难点这个节或许因为三哒哒哒哒清澈的双眼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对这是长板哦总是懂不懂你就几个人要我迷发落安定地发走属于你的那寂寞带着星星病毒的你把我养得不像自己怎么聞かないわ无能为力我不是不知道口白不可能的啦就这么说但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아도간다위로스니流れてしまったみたいどんな注射も効かないわあなたの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しまうのワンドワンシードコイン半分少々ワンドワンシードコイン谢谢送我玫瑰谢谢大家的礼物。じゃあ、あと何があるの？最后一首歌。今天的直播好像把我打分手动，可以用词聊更好一点。真的吗？那就好。通过的时候来找我，来找 MC 时间。谢谢大家听我们的星星频度，谢谢你们。哎，今天是美丽的啾啾啾，看见夕阳了吗 ？Only today， 星星频度，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可以今天睡觉了，你明天可以睡觉。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小三美玲，忘记了，啊，说到美玲是玫瑰是。带
女ラメリナズ刺中你的心写真を被知道了就会就会无法自拔谢谢大家ウケる那今天谢谢大家来看今天的迷你工那等一下是 uncle 时间快到了所以大家最后 uncle 一首歌那大家想听什么呢最后一首歌等一下我还没有还有四分钟对还记得好想见你台语的可不行天使尾巴等一下大家好多太多了可以退票吗不行イビサガールね懐かしいんだけど不行他家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唱歌好了因为 I want to I need you 是什么我不行我不会唱歌那就ヘビロテじゃヘビロテじゃヘビロテまゆちゃんのヘビロテ他家下次的ミニコンの时候听几段歌好吗日文吧日文かわいいよかわいいやつかわいいやつ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なんか若干なってるミュージックヘビーローテーションててててててポップコーンが弾けるように好きという文字が踊る顔や声を思うだけでいても立ってもいられこんな気持ちになれるって僕はついているね I love あ、違ったI want you I love youI need you I love you あとの奥愛しさはヘビーローテーションもう不会唱歌だろう一度満足さときめきを感じて今は転ぶのかな唱完会很难I feel you, I got you, I got you, I will, I hold you. 大きくなってゆく。なんか声違うんだけど。ネーション。I need, I feel you, I got you, I hold you.意を伝えてほしいからヘビーローテーション
あ、在这里不行。就那个大島優子さんと前田敦子さん。チンチン、他们在チンチン。いつも聞いてたフェバリットソング、あの曲のように。高い、お、很高。24時間、一個人穿千厕所真的很累。え、对、很累。谢谢マユチン今天送我很多礼物，谢谢大家也今天送我很多礼物。美丽是想跟谁亲？小島子さん、ごめん、マユちゃんじゃない。マユちゃんじゃない。小島子さんです。ウケる。可是馬友是不想跟梅林拍姐。何何何大家以為是馬友，所以我先小島子さん。じゃあ、谢谢大家，我要解释了。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迷你康特，迷你迷你康特。谢谢大家，马友跟梅林吃腿是傲娇，撒娇吗？啊，傲娇吗？あの私はあれだから、ヤンデ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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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まゆちゃんはツンデレ、私はヤンデレ。最后的 MC。谢谢大家今天也来看我们的迷你 concert， 你们喜欢吗？ヤンキーのヤンデレじゃなくて闇だよ。違う、わかんない。そう、ヤンキーです。ヤンデレ。闇です。ヤンキーです。おやすすろ。喜欢，谢谢大家，大家小心回家。谢谢，おやすみなさい。晚安，拜拜，拜拜，おやすみ。まゆちゃんもありがとう、ずっと見てくれて。またね。拜拜拜拜，下次见，下礼拜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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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やすみなさい。